好，前面蹲下。预告。前面要再蹲一下，中间再蹲一下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哈。好咯。好，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伤风感冒是不是蛮严重？要不要讲一下？蛮严重，没声音。是感冒吗？前天去哈尔滨工作，感冒到喉咙。他现在有看医生治疗。这个状况大概几天啊？之前有拍那个电影《大轰炸》，听说在北美上映的戏份都被删减，那片商当初是跟你怎么谈的？不知道这件事。你有去参加那个樱桃子老师的丧礼，跟我发表一下那个时候有现场的感觉。现场的气氛。是不希望开心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拿一下他自己出声的麦克风，不然这样都没有声音。在这里，就是这种。大东，可以帮我拿一下麦吗？哦 ，OK， 好，你继续。拿这个，上我的。好。好，下个。没有了吗？没有问了吗？OK 吗？现在还有人在问吗？大家都没有问题，OK 吗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在大陆发展，那有没有现在工作量的部分有受到上次金马奖的影响？这个问题。那大东有没有关心昔日战友的状况？我关心他也有。对。哎，他既然已经回答了，就我不回答了。对啊。对，要文自己本人就已经回答了。还有人问你吗？大家都想弄，会不会传染给大家？针对就是樱桃小丸子，大家都知道你是铁粉嘛。那目前是在台湾有那个代理权的部分，是不是？这个部分。那未来还要朝向说樱桃小丸子的哪部分的戏剧发展吗？还是相关的工作这样子？因为上次你有饰演那个花轮吗？谢谢，辛苦大家，谢谢。你要辛苦，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？